皇上揾我有乜事呢？请拜寿先生，请问呢西方仲有冇攻打过嚟？佢哋而家攻打紧过嚟呢，咁先生有何良策可以防住城墙呢？有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就修补好个城墙，加紧士兵，就可以保护我国，而西方呢就会攻唔到入嚟㗎啦。好，多谢。太朝，皇上，皇上，过嚟，过嚟。啊，原来系咁噶。系啊。大胆威扬，人哋。点解皇上都揾到咩事？大胆威扬，你竟然同西方结盟做奸贼，人哋同我打过一百大兵之后就送佢回乡。皇帝被奸细害了，我真是好无用。哎呀！啊，温言跳咗河啊！哎，快啲过嚟啊！我哋一定要吞食佢啊！系啊，嚟啦！温言啊！多謝各位欣賞。